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7月25日的英文新闻。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奥运的新闻。好， Skateboarding is ready for its time to shine at the Tokyo Olympics. Competitors will show off the skills they developed in the streets and skate park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hope is that they attract younger fans to watch the games.好，这是 NPR 的新闻。Skateboarding 就是滑板的运动，大家知道什么是滑板吧？就是这个。好，杰西很讶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杰西一样。好 ，It's ready for its first its time to shine。它准备好了，准备好为什么？为了它的时刻要干嘛呢？大放光芒。好 ，shine 就是 the sun is shining， 太阳正在照耀那个 shine。好，那在东京的奥林匹克。竞赛当中，他们首先第一次把滑板放进去奥林匹克运动的项目。好 ，competitor 就是比赛的人，竞争者。好，这是你的主持。Will show off，show off 就是那种爱现，好现出他们的技巧。好，假如你们有看过滑板的话，他们那个技巧是很夸张，他从两边非常高的地方可以这样咻滑到另外一边，再滑到另外一边。是很夸张，真的是可以 show off， 可以是展现，可以是那种秀给大家看的那个技巧。好，这个技巧是怎么样的技巧呢？后面一个形容词子句，他们发展出来在哪里呢？在街道上。好，你就有时候会看到路上有人在滑滑板。哦，台湾好像没有那么多，但是像杰西的外甥，他就会在路上在街上溜滑板这样子，好代替走路这样子。好 ，skate park 就是有一些公园。好，你可以搜寻一下 Google 照片，就是它会有那种很高的，你可以从上一边滑到一边的那种的 skate park。好，在全世界，所以这些竞争者就可以展现这些技巧。And the hope， 好，这个希望是怎么样的希望呢？这后面是一个名词子句 ，that they attract younger fans， 他们指就是这些竞赛者，这些滑板的竞赛者可以去吸引比较年轻的粉丝。去吸引他们干嘛？去看这个比赛。好，那这个是 NPR 今天这个滑板的新闻，杰西还蛮期待可以看到这个，觉得应该会是很酷的。好 ，Skateboarding is ready for its time to shine at the Tokyo Olympics. Competitors will show off the skills they developed in the streets and skate park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hope is that they attract younger fans to watch the games.好，大家有看比赛吗？杰西一整天都爱看比赛。好，今天看的是举重。Number one, skateboarding 名词，滑板运动。第二个 shine 是动词，发光。对不起，我的中文。好，表现出众。第三个 competitor 是名词，竞争者。第四个 show off 片语，卖弄。通常我们讲一个人很爱 show off 啊，这个人很爱卖弄，通常是不好的。那但这边就是一个是比较好的意思啦。所以一个字的意思，你知道 show off 就是那种很爱现，就是说感觉就是不好的字，可是在这边就是 OK 的，所以还是要看前后文。好，第二个讲的是在澳洲，他们又在示威抗议了，为什么呢？好，因为 lockdown， 因为封锁。 Demonstrations have taken place in Australian cities against tight restrictions imposed to tackle a rise in COVID cases. 好 ,demonstration 的话就是示威抗议的活动。好，那之前我们有看到一个叫做 protest, 也是一样的意思，等一下也会看到。好 ,have taken place, taken place 就是发生。好，什么东西发生，这些示威发生在澳洲的，这个是一个形容词的城市。好，就是雪梨、墨尔本，哎，跟一个我忘记了，下面好像布里斯本，下面有看到。好，那为什么他们要去抗议呢？针对的就是什么呢？ tight 就是紧的、严格的。好， restriction 限制，什么样的限制？这边是一个分词构句， which were imposed。 好，就是被强制实行。那实行要干嘛啦？ tackle 就是要去消除，要去处理，针对这个 rise 是名词，升起。好，就是新冠肺炎案例的增加。好，雪梨现在已经进入第五周了，所以人民都快疯掉了，所以你就觉得台湾人多厉害，而且他们的
的确诊率是多少，大家知道吗？100多个，他们现在每天都大概100多个，但是他们就把全国一半全部都封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封城，人民也要封了。 Thousands gathered in Sydney with smaller protests held in Melbourne and Brisbane。 好，就数千人就聚集在雪梨，然后有一小部分的 protests， 刚看到跟 demonstrations 一样的这些抗议呢。好， held 这个是 which were held， 也是一个分词构句，修饰这个 protest 的抗议。好，有一些呢是在墨尔本跟布里斯本这些地方。People chanted freedom as they marched through the center of Sydney. Officers said they had made 57 arrests. 好，这是 BBC 的新闻。人们呢 chanting 就是在喊话，就是在喊，走路一边走一边喊，喊什么 freedom， 他们要自由，因为被封城就不可以很多限制啊，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出门什么的。好， as 就是同时，在他们 march 的话就是示威游行那种走路这样子，他们示威游行 through the center of Sydney， 在雪梨的中心。杰西看了一下就发现，哦，这个杰西以前在雪梨念书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地方。好，那 officers said， 官员们就说什么事情，后面的名词子句，他们逮捕了57个人。好，通常是 arrest 是动词，这边当名词，哦，made 57 arrest。 好，因为好像就是突破那个，他们突破警察的那个封锁的范围，然后跟对警察丢东西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很危险啊，大漠发圈全世界，而且就是就在全世界，你会看到现在各式各样的乱象。好在英国每天确诊人数都是上万的，但是他们就开放了，可是在澳洲他们确诊人数只有100多个人，全澳洲一半以上的人都被封起来，封锁封城。好，所以每个国家处理的态度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台湾我们明天后天开始就要开放，不降成二级了，降成二级会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最后看到一个也是有关于，那我们先看一下，哎，刚念过了吗？好像念还没。Demonstrations have taken place in Australian cities against tight restrictions imposed to tackle a rise in COVID cases. Thousands gathered in Sydney, with smaller protests held in Melbourne and Brisbane. People chanted freedom as they marched through the center of Sydney. Officers said they had made 57 arrests.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单字。第一个 demonstration 名词，示威。好，它其实也有示范的意思，那这边指的是示威。Demonstrator 名词是示威者，还有那种上台去示范什么的也叫 demonstrator。 第二个 take place 名词，发生。第三个 impose 好，这个是强制实行的意思。好，就是一定要怎么样，通常是政府规范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好，第四个 take hold 我们常用来讲对付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好，第五个 chant 动词，重复的说唱，就是你知道啊，游行的时候又要喊口号嘛，就像 freedom， 然后一种 freedom 这种就是 chant 这样子。好，第六个 arrest 好，可以当动词，还可以当名词，都是逮捕的意思。好，今天我们要最后看到一个，大家不知道在新闻里面有没有看到，就是韩国对于各个国家的这个叫做stereotype 一些成见、一些刻板印象，就造成大家的不满这样子啊，这我也觉得有点夸张。好，你 YouTuber 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在一个电视上做一个电视广播的那种报道的时候，就是用一些偏见、一些刻板印象来讲，就比较不应该。好，我们来看一下 ，A South Korean broadcaster has apologized after using offensive images to depict several countries during the open ceremony of the Olympics on Friday. 好，礼拜五这天就是昨天，就是奥林匹克的开幕典礼，哈 ，opening ceremony。
那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一个韩国的这个 broadcaster 他可以当播报员，那这边姐姐觉得应该是这家公司啦，好，这家广播电视的公司，好，主持动词 has apologized， 好，这个一定是英式新闻，好，因为它是 ise， 美式的又是 ize， 好，道歉为什么要道歉呢？ after 介系词后面用动名词，好，他用了什么呢？ offensive 就是很不客气的，有侵犯到，中文叫什么呢？冒犯人家，好，就是冒犯人家的一些 images， 一些影片，一些影像，好，一些照片，好，来干嘛呢？ depict 来描述一些国家，好，在奥运的开幕电影当中，就是他们用一些让人家感到是被冒犯的这个照片，然后来描述这些国家。好， NBC 就是这家公司。Display photos and facts about each country as athletes walked out during the Parade of Nations. Most of them varied from inane to odd. Great Britain's athletes were accompanied by a photo of the Queen and El Salvador, 对不起, where the cryptocurrency is legal tender, was summed up by a Bitcoin symbol. 好，这家公司 display 就是展示，展示出照片，还有呢事实，有关于每一个国家。好，这是一个前面的主要子句。那你的副词子句是怎么样？当他这些运动员好走出来的时候，在什么呢？ parade 就是游行，这个国家的游行就是奥运的入场的典礼的意思。那 parade 这个游行通常指的是好的，像这种入场的啊。还有像外国他们有什么可能圣诞节有花车那种 parade 那种游行，好，这个游行 parade 跟 protest 非常差的非常远，要注意一下。好， most of them 大部分的他们就是大部分的这些照片这些事实，好， very 不同，好， from inane 就是很没有意义的很无趣的， to odd 到很奇怪的。好，这边举个例子，Great Britain 就是英国，好 ，WADM 英国的运动员 were accompanied 就是陪伴的意思，就是说，哎，伴随着就走进去的时候，他就放了一个照片，是谁的照片呢 ？The Queen， 好，女王的照片。El Salvador， 好，萨尔瓦多，好，那萨尔瓦多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是一个国家了，所以我后面用一个逗号，这个是一个非限定的形容词子句。啊，在这个国家，在那里啊，那个 cryptocurrency 就是加密货币。好， is legal tender， legal tender 就是法定货币的意思。好，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每天看新闻都可以学不少东西。Was summed up by a Bitcoin symbol。好， sum up 就是总结，他们把它总结成用一张什么呢？ Bitcoin， 比特币的象征，比特币的符号这样子。好， others offer basic stereotypes。NBC used a photo of Dracula for Romania, pizza for Italy, and salmon for Norway. 好，这是 The Guardian 的新闻。其他呢就提供了一些基本上的就是呢 stereotypes， 就我们讲刻板印象、成见。好， NBC 这家公司它用什么呢？ Dracula 的话就是吸血鬼。好， for Romania， 罗马尼亚最有名的就是它很有名，就是吸血鬼从那边源起的。好， pizza for Italy， 意大利就用 pizza 的照片。好，挪威就用鲑鱼的照片。好，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真的是就是这样。有没有看到鲑鱼？有没有看到 pizza？ 好，这两个我就不太知道。好，但是呢其中最引起争议的就是这个 Ukraine， 就是乌克兰，他用的是车诺堡，就是全世界目前以来最严重的核能灾害这样子，然后说他是什么美国的核能研究的场地，然后海地他们用人家那个暗杀的总统，刚刚总统被暗杀，这是很悲伤的事情，就把人家用这个照片。好， Syria 这个叙利亚，对不起，它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国家，但是他们就说，哎，这个 Civil War 他们的内战已经有十年了，然后就被大家攻击，被大家就很生气，所以他们就只好出来道歉这样子。所以对于国家其实大家都会有成见，但是呢在表达出来的时候你还是要看场合，
YouTuber 这样讲是 OK 的，但是那种 broadcaster 你在电视上弄出来真的就不太 OK， 所以讲那种播报的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也代表了你的国家，这样让人家会觉得南韩这个国家哈，你到底懂什么，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子，所以就会被要求出来道歉这样子。A South Korean broadcaster has apologized after using offensive images to depict several countries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Olympics on Friday. NBC displayed photos and facts about each country as athletes walked out during the Parade of Nations. Most of them varied from inane to art. Great Britain's athletes were accompanied by a photo of the Queen, an eel feather.Where the cryptocurrency is legal tender, was summed up by a Bitcoin symbol. Others over basic stereotypes. NBC used a photo of Dracula for Romania, pizza for Italy, and salmon for Norway. 好的 Guardian 的新闻，我心想他们当初可能觉得，哎，这个主意不错，让大家很容易可以联想。但是呢，有一些还是太夸张了。好，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单词，第一个 offensive。Offensive 叫做冒犯的。好，第二个 depict 啊，这个字我想到，我们常会讲 no offense，no offense 就是说，哎，我们要冒犯你的意思，然后开始就要讲一些冒犯别人的话，这就不好了。哦，第二个 depict 动词描述，第三个 display 动词展示，第四个 fairy 好，动词不同。那它的名字叫做 variety 不同性，就还蛮常看到的，variety is the spice of life， 好，就是变化是生命的香料，这个蛮常听到的。好， inane 形容词，好，没意义的，无聊的，无趣的。六个 cryptocurrency 名词，加密电子钱。第七个 legal tender 法定货币，第八个 stereotype 名词，刻板印象、成见。其实以前有一个老师，美国老师，他说他来台湾之前，他一直以为台湾都戴那种草帽，然后每个人都会功夫，这就叫做 stereotype 这样子。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跟杰西看到最后，希望大家都有一点收获。喜欢的话欢迎按赞，杰西有脸书、部落格、YouTube 频道都欢迎订阅、追踪、分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